好像自己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恶劣的可以判处死。不叫结论吧，说结论有点太草率，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其实选择很多，但是他们并不拥有。军乐队奏两国国歌。Great for everybody. We'll be coming here next.